彰化市农会30日办理咖啡休闲产业文化活动暨农业推广联合成果展，也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所补助的农业推广教室进行揭牌仪式。彰化县副县长柯承访、行政院农委会辅导处副处长周若南、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厂长张志胜、彰化市长邱建富、县议员林苍喜及主委谢博义等贵宾共同与会。咱是了农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呢，来申请补助着咱农业教室的今仔揭牌仪式。咱最主要是要来推动咱彰化咱的新兴产业、咱的咖啡文化，以及呢咱彰化咱的彰化永磐班呢，咱的蜂蜜，啊啦，尤其咱家政班呢。咱真侪家政班员呢，咱真侪作品嘛，通啊借由呢，咱迄个家政农业推广教室呢，咱啊进而来推广。活动内容丰富热闹，包括咖啡美学、花式冲煮、焦作试喝、创作料理、米食品尝及农业产销班、家政班、四件会的推广成果展示，借此行销彰化推广有成的八卦山咖啡文化以及优良的蜂蜜等农特产品。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